好的，话说现在呢有一个烂大街的词啊，叫做女神啊。哎，你说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是女神呢？下面我们要说这一位呢，应该是我们那个年代啊曾经很多很多人的女神。我很喜欢她，我当时就是上学的时候，她是我唯一一个买过粘纸贴贴在笔记本上面的艺人。对，我也是，除了她之外还有林志颖啊。那个是男神的范畴。这个女神啊，就是曾经的玉女派掌门，然后长了很多年，周慧敏。是，你看看这个我们背后这个照片，这哪看得出46岁啊？说这个26对吗？对，真的是，她是怎么保养的？她是怎么做到逆生长的？来看一下，脚踏纯白高跟鞋，身穿复古小短裙，黑色长发披肩，可爱威胁刘海搭在额前，你能相信眼前的这个大美女如今已经46岁了吗？甜美的笑容，温婉的举止，管你是16、26、36还是46，总之只要够女神，年龄根本不是问题。想要像女神一样美，只恨自己没有闭月羞花帽。错错错，做女神也是有诀窍的。首先站姿一定要柔情，手叉腰那是女汉子，女神拍照都是腿交叉。捋头发，捋头发，再次捋头发。对于女人来说，不同于男人的特点不就是那一头长发吗？只要时不时提醒观众姐的长发是有多飘逸，还怕秒杀不到宅男吗？双手托下巴，或者单手托下巴，总之只要拖着下巴，女人味立马飙升一个等级。当然做女神也不能光看外在，小动作做得再到位，心情不美丽也还是不行啊。你要活得很开心啊。还有我自己就是一个很会感恩的人，所以可能比较乐观就会影响一个人的外观吧。娱乐新天地女神修炼法，你学会了吗？编辑报道。